张雪芳，一个60年代红遍亚洲的名字，12岁就加入了歌舞团，开始她的歌唱生涯。19岁就自组雪芳歌舞团，以甜美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赢得观众的心，唱红了《出人头地》《高山期》《午夜香吻》等歌曲。1956年，她到香港演出夏雨电影《歌女白兰花》，一炮而红，还曾和一名小巨蛋的凌波合作过。她演出的电影多达30部。正当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，他选择在1971年息影，成为无数影迷永远怀念的一代歌舞皇后。好，掌声欢迎一代歌舞皇后张雪芳小姐来到现场。谢谢雪芳姐。大家好，很幸运的今天晚上借着同济医院慈善晚会跟各位见面，在此我恭祝各位健康快乐幸福。谢谢。哇，真的是不得了。我们也知道庄姐呢，她已经吸引了30年，然后最后一次呢上我们的电视台呢是在1982年，太久了。对，那么今天呢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同济医院的要求，所以呢他们呢他就二话不说马上就来到现场为我们筹款了。是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雪芳姐啊，感觉好像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其实殊不知呢她在几年前也患了一场大病。对，对了，6年前我是患了癌症，可以说我是从死亡的边缘绕了一个圈回来，哎呀，真的很辛苦啊！现在呢，我是很积极的面对人生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也在这里祝你要身体健康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庄大姐呢，曾经也在同济医院受了一些治疗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么今天晚上除了我们的庄大姐之外呢，还有一群可爱的特别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全能俏妈妈的一群妈妈，也陪同我们的庄大姐一起来表演。来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他们。哎，是的，因为最近的特别的朋友呢，他们是唐氏综合症的朋友，那么他们会陪同我们的庄大姐呢一起表演这首歌，不过他们是用手语。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看呢他们这个练习的这个片段，看他们到底有多辛苦跟有多诚意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想问一下这个 Alison， 就是你们在训练这个手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怎么样的一些困难？开始他们面对那个镜头会有点怕，会紧张，所以你要安抚他们。其实他们让我学到的就是说他们不放弃，从那边我也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 对， 对，真的是太感动。那想请问这位先生哈，请问辛不辛苦？不辛苦。那你做这个表演开不开心？我很开心。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很简单，很真诚的回答的。我们还有这位全能俏妈妈有 Nariko 在这里啊，在跟他们之间训练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要培养默契，对吗？这一块还好吗？还好，他们很热情，很善良。对，而且我知道跟着 Nariko 在一起的这一位 Lina 是他们小小队长，在练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开心？我很开心，谢谢你们来看的精彩表演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是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呼吁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热线就是1900112122113311888。好，那这次的庄雪芳姐呢将要带领所有的朋友呢一起来唱这首感恩的心。对对，感恩的心这首歌歌词是非常有意义，也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。今天晚上我是特地选的这首歌献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马步这个事不宜迟，马上就来欣赏这首好歌，好不好？哪怕是来庄雪芳庄大姐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，请各位继续打电话，一分电话就是一分力量。谢谢。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谁管？这条路却难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
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，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这条路却难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，我不认输。谢谢。哦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而且感动到我们的成龙大哥也要出来呢，就鼓励鼓励一下我们这群小朋友，真的。而且我们这群唐氏综合症的朋友们呢，他们是来自陈氏丰收的表演者，再一次的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一下。